来国，一个丁点根骨的废物滚回你的臭水沟里去。自取其辱，江鱼明明才碰到失败，你们怎么可以确定他就是丁等根骨？林大小姐，你就不要替江鱼强行挽尊了，跟废物在一块就只能是废物，永远成为不了万人之上的仙人。你要不与我们为伍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快活似神仙。无忌，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千雪，多一个同道中人不好吗？无耻，让我再试一下。试多少次都没用，废物终究是废物。看到了吗？我是乙等巅峰的根骨，假以时日是要飞升成仙的，无极更是假等末级别的绝世天才，就连我的持剑童子也是乙等的根骨，你呀、啊、不行。小子，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，而你这种人出生只配做牛做马。让我再试一下，如果还是丁等根骨的话，我甘愿给你们做牛做马。是，还是什么事？赶紧滚呐！江云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就不要再沉浸在过去你还是个天才的幻想里好吗？认清现实，你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吧。请出第一件拍品。你们几个愣着干嘛？上！等等，这个跳梁小丑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就让他认清事实。若是乙等根骨，当然了，若是没有，你在聚仙楼闹事，我也正好朕杀了他。动手吧。乙等根骨。假等，江云，红色、啊、此人莫非是仙人转世，百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天才？不可能，仙人，仙人怎么会连练七期都没通过？金色帝王谷。